大用，天下最为强盛的国度。这里是大雍都城长乐，不同文化和民族的人们聚集于此，经商、生活，或者流浪。总之，诸邦的商贾、百姓，皆有一个愿：去东方。于是便有了四方馆，一个管理来自五湖四海、进出访客的特设机构。由于工作繁重，四方馆的馆主余德水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一心扑到工作上。哎呀，我又赢了。余馆主手下有东西两院，东院主外，西院主内，分工明确，亲如一家。干什么呢？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东院领队安修义。瞧瞧这小伙子，一表人才，出身豪门，可从来不装不可一世的样子。一个时辰拿不出来，你就收拾东西滚去西院。安老板的副手举亲不避嫌，有一说一，工作中从来不带个人主观情感。那公子岂不又是大功一件？功劳还是您的，谁都比不了您的。看过来西院，更是别有一番风景。内务工作繁杂，但是却井井有条。听说他们新来了一位领队，叫王坤武，成熟、神秘。他出身军旅，势必会带领西院再上一层。都给我起来，蹲步走。再瞧瞧这位。这可是我们不可或缺的铁娘子尉迟华，他可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鄂国公掌上明珠的身份而放弃对正义的追求。都带走，我就拿鞭子抽你，我就拿鞭子抽你，再不站住，我拿鞭子抽你了。说了这么多，都忘了介绍我自己了。我叫袁墨，是四方馆唯一的特别顾问。钱，这不，四方馆即使闭馆休息，我也不闲着，外务无小事嘛，这正是我发光发热的大好时期。进了这长乐城，下马落地就能签干，有效期半月。这就是四方馆委托袁某人为方便诸国客商推出的新业务——通关文牒。为何我对四方馆如此熟悉？乃是因为我与余馆主是往来甚密的忘年交。滚出去！滚出去！那你借我点也行啊。我相信，只要我坚持不懈，继续努力，未来长乐城必有我的一席之地。所以，关于我，关于这四方馆的故事，还请听我从头讲起。从今日起，这一位就是你们西院的上官王坤武，王舍人。行礼。王舍人。王舍人呐，我还有要事在身，我先走一步了。哎呀，你们聊啊，你们聊。我们先去忙了。我们先走。回来，官印。办理文牒的官印，不是我们不给，是真给不出来啊。为什么给不出来？因为压根就不在我们这儿。叫什么名字啊？蒋军。好，过去吧。谢谢。来，握手拿出来。
果子呀？叫苦迪洛啊，来做什么？做生意。你叫什么？来，我走。下一个，我走，拿出来。小兄弟，五十钱的通关文牒要不要来一份啊？不必了。只需五十钱就能待上半个月哦。不必。莫非是嫌贵？在下平生最爱美酒，若有西域美酒，费用可免。你看我身上像带着酒吗？小兄弟来长乐是做什么生意啊？你管我什么生意？想来应是无本生意。你再不放开，别怪我不客气。你这钱袋是漠北之物，披肩产自越野。裙子嘛，是用东渊的朝霞布做的，帽子又来自玉罗谷，如此混搭，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小兄弟的生意做得可真广。叫你一声小兄弟，是不想揭穿你的女儿身。要不要我叫守城大哥过来开开眼界？你想怎样？想看看你到底是何方人士。给我，还给我！哎，好，你看吧。库迪勒，库娘子。袁木。待着别动，你就是袁墨，阁下是四方馆舍人王坤吾。哦，自己人自己人。哎，跟你自己人。哥，是不是误会了？误会了，我发现可疑之人，刚刚那有个小兄弟。人呢？废什么话？哥还在那儿呢。哎，不是，兄台孔武有力，一看就是豪杰。不知喜不喜饮酒啊？不才家中私藏颇丰，不如咱俩小酌一杯，交个朋友如何？闭嘴！那名叫库迪勒的胡商，三个月来频繁地进出长乐城，落脚的宅邸呢，每隔半月就换一次，申报单上的货物却只有些利润微薄的鲜果。如此反常，背后定有一笔见不得光的大买卖。安师长，谢。怪不得今日只进不出。怎么了，公子？红鸬鹚来袭，军库丢了数百家军铎，长乐城恐怕要出大事。不等了，过来。通知东院所有人，立刻核查各邦国货商的来历、货品。去吧。是。我们走，今天一定要找到库迪勒。是。哎呀，疼！放手，疼！哎呦！哎，小白脸，老纪，救命！疼！老袁，救命！哎呀，救命！哎呀，王舍人，哎我，这里毕竟不是军中，咱还是不要动武了，好不好？松开。这西院的官印，为何会在骗子手里？看这货，得好好的送金膏府审审。哎呀！别，轻一点。哎呀，再给掰折了呢。哎呦，没事吧？啊
我给你们隆重介绍一下，这位叫袁墨，是咱们四方馆特聘的顾问。这个官印呢，是我交给他的。今日不是四方馆闭馆吗？可是签照不能不办呀。因此，叫袁墨去城门口，纯属是便民之举。但是他私自收受银两，太不像话了。你收受了多少银两？啊，全部充公。老于，啊，那你那份？胡说八道。不如这样，你请王舍人去如意楼喝一顿酒，解除一下误会。余馆主，你不要再叫我了，现在已经是散职的时间了，我没有义务在这里多做停留。而且，你是军人出身，军人的职责是什么？是服从上官。我现在就是你的上官，我命令你，这个酒一定要喝，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说好酉时三刻，你来晚了。过错丢了，改走了水路。我家主人有手书在此，要你亲收。这批货务必尽快运出城。我要先验验货。竟然如此精巧，最新研制的壁弩，可以藏于袖中，波动即可连发。就是不知道威力如何。都警醒着点儿，把货藏好，尽快运出城。大哥，长乐城近日只进不出。怕是没那么容易啊！我自有办法。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新来的王舍人。啊，有什么新的旧的呀？到我们这儿的男人啊，都一样。行了，别动手动脚的了，把你们这最好的鱼块，还有两坛好酒，给王舍人安排了。啊，真是来吃饭的呀？啊，得了，自己上去吧，老地方。嘿，你，啊，这四方馆怎么会有你这种部门？嗨，这你就不懂。四方馆管四方之事。各邦使者往来商客，各地官员、三教九流，总之各色人等，咱都得安排，都得接待。如何让四方之客宾至如归？那莫过于与之同乐。到了，就是这件。哎，走错了。袁兄弟是吧？在下燕乐商人库迪勒，在此恭候多时，不请自来，还请二位见谅。库迪勒，找我什么事儿？啊，是这样的，有批鲜果得赶紧运出长乐城，要不然就全都砸在手里边了。你行个方便？好，着急出城，哎，可惜了。你今日求我没用，你得找这位新来的王舍人，出城的事现在都归他管了。好，王舍人，今日小的有眼不识泰山，幸会幸会。王舍人，咱们进一步说话。啊，是这样的，小辈买卖实在是耽搁不起，咱们交个朋友，行个方便。你把四方馆当什么了？哎，啊，冒犯冒犯，王舍人，
您是有所不知啊，小的一路从燕乐来到长乐，像您这种不收钱的官人，小的还是第一次见。哎，谁不想老老实实的做人，本本分分做事儿，可是太难了，还请王舍人原谅我。嗨，谁出门没个难处啊，是不是？我们王舍人那绝对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来来来，快快快快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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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舍人要是不计前嫌的话，我准备了三坛上好的灵犀酒，想跟王舍人痛饮一番，交个朋友，您看如何？好，痛快。交不交朋友另说，千万辜负这么上好的灵犀酒啊。啊，哎哎，你别拉我，老郎君，跟奴才来嘛。等等等等，哎呀，等什么等呀？我没有过锁，真的可以吗？这要是在别墅呀，没有过锁，岂止不能住店，还要被盘查一番，赶出这长乐城去呢。但是这是在我们如意楼，小郎君只管喝花酒玩乐，只要有钱呀，其他的我们一概都不过问。哇，这么多吃的，这些我都可以吃吗？喝花酒当然要吃东西啦。小郎君，你别光顾着吃，来喝一杯。嗯，这酒什么花酿的？啊，不是用花酿的，那为何叫花酒？小郎君真会说笑。你要干嘛？小郎君自是来喝花酒，为何如此放不开呀？这与喝花酒何干？小郎君是第一次来如意楼啊，这喝花酒嘛，自是听曲儿、赏舞、玩乐呗。玩乐？如何玩乐？但随小郎君心意。看小郎君这一身花里胡哨的，自是走南闯北，挣了不少银子吧？你这钱袋是漠北之物，披巾产自越野，裙子嘛是用东渊的朝霞布做的。如此混搭，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啊！当真？当真。脱衣服吧。小郎君是否心急了些呀？不如我们再多喝几杯吧。你说怎么玩都行的。脱。哎，小郎君这是做什么呀？小郎君，哎，小郎君。我去个茅房。啊，你们喝，你们喝。哎，袁兄弟，听闻您爱酒，我家主人专门备了两坛上好的燕乐美酒，请您笑纳。哎呦，这也太客气了啊！够兄弟，够兄弟。这风泥的味道似曾相识啊！怎么了？哦，没什么。这一看啊，就是燕乐的美酒，隔着酒台都能闻到一股酒香。行了。那个地方好像是在城西。站住！酷娘子，哟，换回女装了。没想到啊，你居然是如意楼的人。不过你穿女装啊，顺眼多了。拿来。什么拿来？您这顾问是吧？哦哦，好。什么意思？打劫吗？不是，谁打劫了？我要的是过锁。别激动，别激动，过锁，过锁，我想起来，过锁，过锁。啊！哎呀，不巧，没带身上。你别着急，随我去取。愣着干什么？走啊！这酒可是好酒。你拿着。哎，我想想。在那边哦，不远，就在那边，跟我走。不对不对，在这边。哎，不对，哎，在哪边来着？哎，给你。哎嘿，哎呀，你不行，喝酒喝酒喝酒，我喝，你喝，我给你来一个啊。哎，看我，哎，看我，看我，
准不准？哼，你这还出身好，你不行不行，不行。啊，你看着啊。嗯，来，你再来吧。我不行，我不行，我。哎，你这都扎出门，握手握手。哎，哎，是是，哎，没事吧？舍人，四方馆新来的舍人，也就是眼前的这匹虎。你看，你我是兄弟，用得着这样吗？王兄仗义。既然是自家兄弟，哪有让自家兄弟吃亏的道理？不是，你要是不收，那就是不领哥哥的情啊。行，这钱我收了。刚到任就收受钱粮，等我抓你个正着。王兄，王兄，舍人，王舍人，舍人。钱交出来！一个小小的舍人竟公然收受贿赂，不要脸！无论你是谁，我现在没时间跟你纠缠。银子你姑且拿去，别耽误我正事儿。御史参军，追吗？不要钱，还说有正事儿。王坤吾，哎，是四方馆新来的舍人。哦，走吧。好，谢谢。走。例行检查。两位上官，我们都是本本分分的生意人哦，更何况我这还有咱们四方馆特批的签章，不信你看。少废话，若无事自然让你走。哎哎，公子小心。虎弟兄，一大早何必这么大动干戈呀？给我杀了他！
慢点儿。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已经一夜没睡觉了。姑娘子，你的芳名真叫库迪勒呀，啊？我的酒！你拿来吧你。过锁呢？你今天要是拿不出来，我就让你尝尝痒痒粉的滋味。痒痒粉？若觉得不过瘾，我还有更厉害的，无色无嗅无味，只需要指甲盖那么一点儿。这不黑色吗？不管。反正能让你七窍流血，一命呼呼。那叫一命呜呼，小小年纪不学点好呢？撤，跟我来。又耍什么花样？干嘛？嘘。看见那人了吗？怎样？他有问题。嗯，确实，像是有人在追他，逃命呢。何以见得？行色匆匆，脚步不稳，神情紧张。好眼力啊！难道你不是这么看出来的？不，我认识他。此人是个十足的恶人，可惜我手无缚鸡之力，看来只能去报官了。不能报官。嗯，你想抓他？嗯，只要你能给我过锁。妥。这一病呜呼了，这只是晕晕粉，让他晕倒片刻罢了。那也太残暴了吧！过锁。姑娘子，这过锁给你只会带来麻烦。敢耍我？好。鱼。万一他一会儿醒过来怎么办啊？我就王诗人这儿。袁墨，你要的人在这儿，东西呢都被烧得差不多了。你为什么不阻止他？那你为什么不早来呀？就凭我们俩能做成这样已经尽力了好吗？你怎么会来此？和我家小婢女来这烧香祈福，不行啊！你看，刚买的狐女还不太识礼数呢。来这破庙烧香，真巧啊！你早知道她有问题吧？你也没让我失望。故意装醉，放库迪勒离开，然后顺藤摸瓜，就想看看他到底在做什么肮脏勾当。说的没错了。你又是如何发现他有问题的？早在城门口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他们了啊。明明是燕乐来的正经商人，在城门口丢了过锁却不敢声张，还掉头就跑，这合理吗？所以你便想借我之手调查调查他，顺便再看看我是不是个草包。这我可没说啊。那你又如何知道他会来这儿？酒确实是好酒，就是这风泥啊是用香灰做的。这长乐城啊，几乎所有的寺庙用的都是檀香，唯独这个破庙，因为周围种的都是榆树，所以他们用榆树皮来制香，厉害吧？你还知晓这些？嗨，我还是比较懂酒。怎么样，你喝一杯？啊！哎，你干嘛？酒就不喝了。
人我带走了。哦，走。你就真不想知道他们到底运什么出场啊？嗨，我就是给四方馆跑跑腿，挣点小钱，就不给自己揽这种没必要的麻烦了吧？你要真怕麻烦，从开始就不会介入了。走了。敬教补班。别出声，否则让你一命呜呼。别激动，别激动，我这不帮你把风了吗？总算找到你了，来人。统统给我抓起来！慢着，我乃四方馆通事舍人王坤吾，带贼人去京兆府报官。京兆府法曹参军，抓人！他是偷运军械的贼手，我跟踪他来此，凭什么抓我？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同伙起了内讧？不管你跟着胡商私底下有什么阿杂勾当，一起带回去，好好交代清楚。带走！是。别用刀！带走！走了走了走了，我又救了你一回啊，小娘子，该如何谢我呀？啊！什么玩意儿？你把我的过错充公了，当然是要隆重感谢你。说什么呢？什么东西？哎呀哎呀！怎么样，痒痒缝的滋味好受吗？哎，不行了，给我解药，我不行了。想要解药，那得看你听不听话了。听不听？那你给我听好了，第一，不许再叫我酷娘子，我叫阿树。阿树阿树阿树！哎呀呀！第二。去长乐最贵的成衣铺给我挑两套衣裙，我要最好的。第三嘛，我要长长久久留在长乐。你想想怎么样才能把我变成真正的用过人。用过人不行，我爱莫能助。那你就等着把自己抓烂吧。别太歹毒了吧你。我行，我答应你，我答应你，我什么都答应你，你赶紧给我解药，我受不了了。我哎呀啊，哎呀，阿树姑娘，你来长乐城到底要做什么呀？你长乐是万国子民向往之地，我只想在长乐安身立命。我信你才怪，信不信由你。算了算了算了，我认栽行吗？来吧。干什么？给钱啊！没钱，你就是养死我，我也办不到吧。就这么多，你看着办。就这么点儿，都给你了还嫌少？三天时间，再敢耍花招，下次可就见血了。哎，小华华，你怎么来了？好些日子没见了。见什么见啊？穿开裆裤都见过。有人在，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青天白日的。走，来都来了，去个东岳喝杯茶吧。喝什么茶？喝茶？忙着没看见，快下去，烦死了。快快！尉迟参军，以后别再抓错人了。
这次我无话可说，下次可就不一定这么轻松了。站住！你就是西苑新来的那个舍人王坤吴吧？我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用不着着急感谢我，感谢？我们都会跟了一个月的线索，你横插一个，人就死了，你还想让我感谢你？哼！我要不横插一个，估计死的就是安舍人。站住！人死了你还有理了？我起码抓到了人，你又做了什么？你都给我住口！大早上起来吵吵什么呢？啊？就刚才说这事儿啊？你们东西两院都不许管了。这年轻人呐，一腔热血，正常。但是私运军械多大的事儿啊？咱们这个私房馆呐，只有协查外务之权，协查懂吗？现在闹出人命了，我还不知道怎么向红楼寺交代呢。你们还在这吵吵吵吵吵吵。余馆主，怎么了？红楼寺安少卿的马车就要到门口了。找来了吧？京兆府尹跑来鸿胪寺向我问罪了，知道为什么吗？我们鸿胪寺管着四方馆，你们四方馆管的是长乐城里千千万万的外邦人。但凡这些人闹出任何祸端，你们四方馆都难辞其咎。是是是，安少卿请息怒啊。但我们是真的尽力了呀，尤其是你的公子修一啊，作为东院的舍人，那是东奔西走，已经掌握了不少证据。你少来，我要的是结果，眼下人犯死了，追回的军奴数目对不上，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数目对不上，这些没追回来的军奴要再闹出什么腥风血雨，你让我怎么跟朝廷交代？用你余德水的项上人头吗？老安呐，这事我你别跟我套近乎，我只给你三天，三天之内全力配合京兆府尹追查。是。三天，啊，我只给你们东院三天时间，三天之内全力配合京兆府追查。要是那些找不回来的军奴再闹出什么腥风血雨，我怎么向你安少卿交代呀？一炷香前，你还说要我们不要管这事儿。你看，你东院定能完成任务。啊，等等，人是在我手上出的事儿，这事儿我要负责到底。王舍人，我劝你还是先做好你们西院的事，盖好你们的章子吧。哎，就是就是，东西两院各司其职，东院主外，西院主内嘛。西院的事情虽然繁琐，但是职责不分大小。那职权也不应该分大小。这是四方馆建馆之初的章程，上面写着呢，东院西院原本职责相似，根本没有东院主外西院主内这种说法。那又怎么样？想跟我们东院平起平坐，就凭你们西院那群废物。我王坤吴既然来了，手下就没有脑柄，更不养废物。哎，好啦，我知道你想急于建功，早点回到军中去，对吧？哎，修一啊，东西两院本是一家，王舍人刚才说的话也不是不无道理。这样，这次一起查，大家精诚合作，一家人嘛。哎，但是我只强调一点啊，我们四方馆就是配合京兆府做事，记住了，配合。哇，腾腾腾腾腾，近点近点。哇，哎呦，舒服，哦，哎呦。哎呦，这不错，这舒服，哎，舒服，哎呀，哎，那个别停啊，使劲儿啊，啊，哎，你会不会撒？阿树姑娘，别来无恙啊。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我，莫急莫急，欲速则不达。速什么速？
我可不是吃素的。误会误会，你看你现在答应话是一点都不进步，很多事他急不得，他得慢慢想办法，是不是？哎，干嘛？周兰听曲喝酒推拿三天了还不够慢，你跟踪我？不跟着你，我怎么知道我被骗的这些钱都花哪儿去了？哎，我解释你，听我解释，你别拿这个东西对着我，这个都很危险。这次是床，下次可就是脑袋了。哦，我现在就去。啊，我一点都不带耽误，我马上走。花上消磨多少过往，去奈夜的长，负罪负心负思量，谁知一句黑白，我一场较量，只为是非对错，把风云平江，且哭且笑且登场。旧故事拨云见日，唤醒滚烫，那些年那些不安，何曾遗忘，不过学会了伪装，心还放浪，其实也渴望星光，不知者为我何求，向我轻狂，唯有你闯入荆棘，拥抱了伤，赤蝶冲破了阵亡，寄予心上，从此不再流浪。此生繁华三千，我心何往，转身向长烟大漠，燃尽光亮，不争虚只待回望，笑看万户花灯初上，换天下长乐四方。